不要给我放八婆了哈！我操！再说过说推不了哈，推不了我就不安逸了，这么大一条，千万不要推啊！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。哦，好的。这个老街道，这种生意不吉祥。 感谢你们的关注，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。晚上热吗？晚上不热，基本上有风。走了，这不安逸了，这个真的不安逸，你来了。不在了，在底下，这个我说的在底下。 哎，哇呀，全部在老龙洞里面，到处都是洞啊！这个洞洞有点大，快点把你爸爸看。 头还在这里，头在这边吗？哦，头在那里。是两头啊。两条，这条不一样。刚才那条是看的是黄颜色的啊，这条是刚才黄的发红的那种。等一下啊，我估计是，估计还有两头这里。谢俊哥，我的爸没事的。沈总哥，改个名字嘛。 Thank you.
的了，你拍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我们太急了，被他拍到那镜头对呀、啊。我是这样的呀。待会儿回家我给你看这个段子是怎么样的。你这案件哪里去了？拍到。你拍个段子跟他跳舞一样，你就在站在那里不要动嘛。要滑、啊。他要滑，他比黄山都要滑，他滑得很。谢小白。我怎么遇到你这么一个搭档，我他妈笨了个猪一样，天蓬元帅的妹妹我了。来了，我张着嘴巴。你才是天蓬元帅。哎呦！